生态权发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，距今年有距今有300多年历史，已经传了20代传人，已经实际上泰拳已经传了10几代传人，13代传人，14代传人。其实陈家沟呢，也是蒙古青年从山西胡同迁到去的，陈波老先生呢，这个在陈家沟原来在长阳村啊，这个因为这个温县的地方呢，当时有些丘陵地方有野沟，名字呢就叫这沟那沟，什么陈沟啊、马沟啊、猪沟啊，什么等等等等，以姓氏来定。到陈氏太监第84世祖陈汪平的时候，啊，他由于做官，这个告老还乡以后，就根据道家吐纳术啊和易经的原理，以及《黄帝内经》的原理和戚继光的六门心法，就编造了泰拳七路啊五路，编造了泰拳五路，长拳108式和一路炮锤。传到14次陈香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复杂了，因为一路呢是综合，二路是身法，三路是什么跳跃，四路是弹路，等等等等，就重复动作太多，每一套拳里面就是几个动作，就是要黑大成今天这个样子啊，黑大成今天样子，就叫陈氏一路。可是教一段时间呢，又有问题啊，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就把炮锤拿过来，就说陈氏二路。我们现在通常看到陈氏二路书上的后面有刻虎炮锤，其实它本身不是陈泰拳，不是泰拳，也现在被真正是作为泰拳的功夫将，功夫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学泰拳以前呢，我还是老生常谈啊，老生常谈。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有几个不允许啊，第一，不允许架肩，就是手向上运动。向外运动的时候，比如我手在这儿，向外运动，肘翻起来了，肩架起来了，这是错误的，我们不允许架肩。第二，向里运行，大臂和身体的夹角改变缩小了，这叫卸肩，我们也是不允许的，绝对不允许的啊。第三种啊，如果你在推手的时候你会看到，就是只要前面有顶力的时候，肩耸起来了，叫耸肩。这三种现象在套路中不能出现，出现我们就属于错误啊，就错误，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啊，一定要，就你所有的行为，你所有的目的都要改掉你过去这种习惯是啊，你过去的习惯，你不让你架肩你练不成，你不会练啊，不让你卸肩你没法练，现在就要你不架肩不卸肩的练习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讲。第二个我们讲泰拳是禅师运动，禅师运动就有禅师劲，刚才我们初步讲了顺禅和逆禅，以小指一个自然手，以小指领劲，其他手指第一个跟上，比如在这儿，哎，小指一二三四，最后大指合上五，这种手型向小指方面旋转的手型，我们把它叫做顺禅。顺禅，顺禅一个标准要虎口圆，掌心空，大小指合，还有个检验标准，伸缠对不对呢？就每个手指都能跟大指合，那就对了。如果你缠成这样啊，你就合不上了，合不上就错。这个标准就是你合到能够大指合，掌心空，这就要像按一个瓢一样的手，然后它就是对的啊。伸缠逆缠呢，反之。大指领劲，其他手指第一个跟上，掌心空，小指合，这地方跟那个瓢一样啊。它检验原则也是每个手指都能跟大指合，不要变了，而且缠成这样的那也不行啊。所有的运动都是顺缠和逆缠，不外乎缠的大和小，所以有人把它分成尾缠、略缠啊和顺缠，每个缠分三种，很微小的叫尾缠，稍微大的叫略缠，正常的叫禅师。其实尾禅、略禅、顺禅都是禅师啊，都归纳于只有两种劲。尽管陆立新在他书上说禅师劲有前后左右上下大小顺逆五对，禅师劲前四对都是方位的，方位禅师劲不重要，不重要，这是角度问题的。最后一对才是最基本的，那就叫顺禅和逆禅。我们这两天从起始到结束完全是一种缠绕过程，
因此陈新在那承认说，太极拳禅法有，就是从你开始只要一动开始到结束为止，整个都在螺旋缠绕当中，没有一颗不缠丝的啊，没有一颗不缠丝的。以后讲到断绝时，我们将会就再讲啊，是有没有断绝呢？有，发育是断绝，出方就断绝，出方怎么办？出方不得接起来，就像女孩子打毛线打毛衣嘛，毛线头没有了怎么办呢？下一个毛线头，另一个毛线头怎么接呢？打个结啊，打个结。那我们用往返虚用这类的方法把它接起来啊。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自始至终它进攻不断，如果进攻断了意也不能断啊，进断意不断，意断神相连，这是它的特点，自始至终运用螺旋神之法。下面我们学习第一个的业动作，预备式。这个预备式呢，我现在说，我说个预备式，预备式是后来人为加上去的。本来陈家洛过去农民练拳，他没有去，没有预备式，他一站他就这样，他就这样站，你就开始了。在后来呢，多种武术比赛的要求，你要立正面立缠盘行礼，行完礼以后你才能开悟，那他就加个预备式。有预备式的时候，两手自然垂立向下垂，在两大腿侧啊，这个肩下沉啊。目视前方，眼睛要平视，不可以上看，也不可以低头。目视前方，下颚内收，摆皮鞋，虚虚灵起，把后颈部拉长，颈部拉长，牙齿尾闭，舌顶上颚，反正这就是预备式啊。所以的深呼吸就可以预备了。那现在预备式又加一个七类动作，是吧？正常了，你就可以，那就是预备式了。现在你再就是加了一个。重心向右移，左脚以脚尖拧劲，虚虚提起松化，然后向左迈，踏实合好，就完了。身上手上没有动力，就是要在这儿。本来你站的中心线在这里，重心在中心，那么你要向右移，向右移到右腿，然后左脚。逐渐提起的时候，膝盖微微放松，胯微微放松，脚尖拧劲把它提起来，提，然后脚尖拧劲把它迈出去，趴就行了。那么它的标准是预肩弓宽或预肩略宽都可以啊，标准。千万注意不要趴，趴成丁字步就坏了，还是这种姿势，脚尖向前就行了。咱们一块来啊，预备。一，移动心；二，松化；三，提脚；四，松化外部；五，踏实。太极拳是道家，是阴阳学，是中国特色的，佛家是外来的舶来品。那它为什么会出现金刚倒对呢？我们先说金刚，金刚是释迦牟尼说的是对，倒对。什么叫对呢？我们家人。倒算知道吧？啊，倒算，那个算旧，我不知道你们和邯郸话怎么说啊？你下边的就叫算旧，啊，上边叫算锤，啊，我们河南是这样说的。我们河南还有用石头做的大，下边叫背旧，比如坑，拿玉米啊，拿麦子在那边种种种种以后，你就可以煮着吃了，啊，就是它。它上面的一个石头的上面一个木马拿着之宝，就取这个形象啊，是有力的意思，是浑厚的。金刚就很有力，倒地为什么叫金刚倒地呢？对不对？叫少女倒地怎么说？浙江茶坊女倒地行不行？茶坊女不行，茶坊女文弱，她倒地不行啊，没力量。所以取金刚倒地，意味着是一种刚健的意思啊，刚健的意思。金刚倒地，我就告诉大家，金刚倒地是太极拳的核心啊，进上拳就包含了太极拳的顺逆禅师，包含了太极拳的进退步宽进步步法，包含了太极拳的横离挤按缠连走高八阵进点啊，八阵进点，就这个，这就是核心。还有说杨太拳有没有金刚倒地？有，杨太拳经过几经演变，金刚倒地变成蓝教委了啊，蓝教委里边还有横离挤按啊，就是。
一种演变，啊，一种演变。那么金刚导论就是这样一个核心，因为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物质都有核心，啊，都有原子核，都有核心。那么金刚导论就是我们这套起来的核心。你把金刚导论学会了，我老师跟我说的原话就是一个金刚导论你就吃不完了。我当时心里面是八个不服气，六个不在乎，一个金刚跟我吃不好，吃这么多，当时想不通啊。他说的学好了是很高的境界啊，其实就是把泰拳搞懂了啊。人们为了把泰拳搞得更好了，因此才产生了南大一流公司、李丹丹等等一系列的事情，都是为了帮助你理解金刚导论啊。所以这里告诉你，金刚导论非常重要。你把金刚导论学好了，泰拳就会一半了，啊，会一半。你把顺禅逆禅学好了，又会一半了，南京就够了啊。其实泰拳真练一个顺禅逆禅，一个金刚导论就差不多了。所以有些人觉得广度不够啊，广度不够才会有后面的单边六公四臂南杂一零中等等等一系列，都是为了丰富一些，都是为了加强演练的。下面我们学习金刚导论啊，先看动作啊。第一个分解动作啊，双手伸向左转，重心右移，起，二，按，三，离起，四，旋转，开步，五，手下不移重心，吸吸，六，外步，七，腾出，八，撩掌，九，画红伸出，十，倒地，倒地。这是整个一个动作，我们先学第一个啊，没有学过的你可以这样起，起平稳起就可以，如果学过的你就这样起啊，两种都可以啊，因为没学过的你要是这样起，这个起就很难了啊，很难。咱们一块来啊，预备，一，三，四，完成以后左虎口向侧，右的左虎口向前，右虎口向侧就行了啊。这样一提起，不是一这样提，有这样一个弧线，对，提起要求啊，完成以后要求腋下要弓要大，哎，这样一提起来，好了，你这就不好看，形象也不美。我来一次试试啊，预备，一，一，在这儿。老师，我提什么标准算？对了，就是你手提多高，你送不上话。一，在这儿，我再来一个，一。我还想提高，但你的头发你不能说我提到这儿了，那不行。他有个比例，就是提多高松多少，这是第一个标准啊，它是有标准的，不是你想提多高提多高。第二个分解动作，一完成以后，二用手指领劲上下，同时伸向右转，往右前下按啊，两手指斜向对，这样你容易卸肩，这样你容易架肩，大家这么懂吗？你快来啊，你再来，一，二，三，两手中间是自己的膝盖，再来一次啊，一，二，你再来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明白，一，三，手指去画圆，然后才能去按的。好，这个圈是什么呢？这个圈是中国武术里边最著名最平常的叫金丝缠腕，一二，按就是金缠腕，这个地方只要抓着手，一二，他就要趴下，不趴下就是有问题。不管是谁，他也是抓着给他趴下，啊，这是统一的。检验标准是他趴下没有？他趴下了，他受不了了，
那你是对的。天鸟水，天下臣。抓住这手就到了。我举起手，抓住手啊，不行。那为什么不行呢？你用你肩啊，对不对？你是老子也不行啊。一二，行了，点手它就粘下去了。一二，就靠一，就靠这个圈，一二手一个圈，不能你抓住。不能背着圈，背着圈不行。在这用手啊，用手的圈，它就好了，是吧？好，谢谢。我们检验的标准就是你能不能啊？用美国人说话 ，yes no 没有差不多啊，没有差不多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啊。就是、你对了，那就甭管你谁说的对的，错了甭管你谁。啊、所以一二。这样合上，中间是自己的膝盖，按的是中间是自己的膝盖，它有标准的。要是我按到这儿行不行？它不行，按到这儿行也不行。手要按一个瓢一样，瓢呢，在北方是葫芦的二分之一，按到水缸里边是瓦水的。我要把一瓢翻扣到水里边，你去干它。如果你偏了，你瓢一端水到身体了。这个葫芦不要紧呢，偏了它就要跑了，还是上面跑，那不行。要按一个瓢眼，按准这个劲要吃准的往下按，啊，要用渗透力渗进去，啊，再来一次啊，我预备，百变顺逆禅继续下沉，两手双臂左前方托起，注意托住啊，注意看，托，把肩带起来，下肩，错误，我们是刚才是开课前就警告大家了，起，手上升，肘下沉，你们记住好了。手上升，肘下沉，它是矛盾的。咱们一块来啊，预备，一、二、松胯，三，重心右移，手指斜向前，斜向前，那个手，这边斜，往这边斜，哎，对的，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一。二三，对，肘炸开，里背半圆，里背，这叫里背，这叫外背，外背成功，啊，里背半圆，那什么标准呢？大于九十度，小于九十度是锐角，大于九十度钝角，成钝角状。你这样问，一二，我起来了，那我也，那对不对？不对，你看，小于九十度，那不行。要大于九十度，大于九十度，肘要低于肩，从这儿画一条线，大家看，从这儿画一条线，手指高于肩，肘低于肩，这就形成功了。如果成这样，大家看，肘没有低于肩，手低于肩，低于肘了，那就是有问题了，你就一个是下肩的，啊，它有规律，啊，你只要按照规律，都不会错。来，咱们一块来，预备。一，这肘就从里边就进去了，那应该什么样啊？应该啊，这种标准是最合适啊。他现在这种姿势摆在这儿，你不管他，哎，正好手看手，手看肘，看住前两节，管住中节，对方就进不来了。如果是这样就坏了，进去了啊，太短了也不行，太短也进去了。所以说，正好一个管肘管手，就是我在这儿。按下去去捋，我不看，你把手放上去吧。啊，不行，翻过来吧，放在这儿。你看，不动，手不变，它正好就是手管手，肘管，就是你的姿势要成标准，要成习惯。哎，你不要说我转过来成这么宽，那这么宽，我像乌贴柱的胳膊也没这么长，你这么宽它也露。所以呢，就是你要把你平时的练习的行为跟你将来的搏击就有直接结合。我搭住你的手，它就是感觉了，我就管好你的手了，不用再想我是不是管住了，那太来不及了。再次啊，双手变式逆向旋转，然后捋开右臂，开右臂，咱们一块来啊，预备，走。转，预备，走，转，
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卸。啊，整片腕子手折损，就对了。再来一次啊，预备。以后重心走下步，下沉，走下步，一个右腿，把左脚提起来，向左前方45度角迈步，脚尖上翘，你和脚尖找自己小腿，脚尖找到你，膝盖弯曲，胖胖松。啊，预备啊，走，提，慢，预备，走，提，慢，预备，试一下。走，提，啊，走下步，移重心过去，提，现在，哎，起来了。不要成这样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，就你的形不能变。在这儿，引，手上引劲，引，提，慢，始终保持这种形啊，保持宽大这种形。宽大是表现一种重力的形象。你看，我们看见唱戏，关公出来看书，是不是这样看的？不是，不是看书。这样练看就坏了，来，你观众看不见看行不行？这不宽大，正面人物赵云出来颠着袍子都这样出来了，那十五个老阿鼠你颠他脖子都这样出来了。啊，说就不代表一种正义，啊，宽大是代表一种膨胀，代表一种进步。宇宙在膨胀，宇宙有一天停止膨胀，全世界任何东西只要不膨胀，就必然走向灭亡。这个树它不长了，这树不长了，剩下就该死了。人不长了，你不长了，你再往死，往下就是下坡，对不对？宇宙不膨胀，它必然要缩小，缩小完以后它又一次大爆炸。所以膨胀是这场太极拳的核心。而且为什么太极拳要膨劲拳呢？哎，所以说你的知识一定要膨胀啊，你不能缩头缩脚的啊。双脚向后运动，继续松化，向前腾出，左手跟自己左膝相对，右手找自己右脚，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走。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走，左手跟左膝相对，右手找自己的右脚，松化，啊，这种姿势，手并拢，预备，左上手，这样的走，那不行，你是摆腰的，我把手给你硬起来，走。是摆腰，那不行。在这首先走，手肘松化，然后才能向前起，才能向前走。再来一次啊，搞过去撩了。你要打我有飞的，要盯住你的敌人，你不能说，我在这预备走，敌人走，那不行，还要找东西一样，你虚灵灵劲没有啊，你力气灵灵没有。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双手外撩。身体下沉，外撩。撩的注意啊，撩的时候不要把脚撩到下去。有很多人在这一撩，他回来了，那不行。就在这撩下沉，还要舒展，还要舒展。撩在这撩，坏了啊！这个毛就出来了。人一看，撩的一照照下边，往一挂，你自己就笑了。这是我吗？不可能！我当时已经半死级的时候，我说这加都没加的，不可能。其实就真的是你，你到这一撩，要展开舒展，用手指尖去撩。预备，试一下啊！走，一二，合上，哗，展，哎，但是不要收起来，要记住啊！我们预备试试啊！预备，你是往前滚啊！
预备好发力是向下倾，慢动作也是这样，慢动作也是这样，快动作还是向下倾，松胯。咱们今天上午说来莫要虚，一定要保证来莫虚，不要来莫实。你这个形象没有了，你的劲儿也不是。再来一次啊，来莫要虚，尾动不软。我接着手去打他，他不一定干。但怎么样？发现接单上了，稍微有点意思。这地方一带，他就前胸了。稍微，如果你硬碰，那不行。要一二，哎，人飘了吧？一是不是飘了？他飘正好就错过来了。就是到地方出一拳，接啊，板上了。一啊，这个圆是无始无终，正好这个圆一啊，不要预备起点到终点，这是一个打的过程，要打到最省力，路线最小，所以说你在走的劲儿时候不要到这儿，那不行，在这儿要通过手去撩，手一挂回挂再取上，那就有意思了，不要太难一点啊，你看。盖，先看右手啊，撩，盖，然后弯，我们刚才学的法子是弯，靠来，啊，咱们一靠来啊，不管左手啊，撩，盖，弯，预备，盖，弯。盖，弯，预备，盖，弯，好，很好，我们就加上左手，看看两个手协调，看看发完力，盖，弯，上步正好的手，这个圈左手腕子合到自己的右手腕上，是这样。你快来啊！准备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八字外八字都不行，都不好啊！正完一定是平行的，这样，方法去吸口。再来一次啊！走，好，咱们一慢慢动作来一遍试试啊，准备啊！一，你重心，提膝，迈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转脚。五，移重心，提膝，迈步，六，七，腰掌，盖，八，身，体，对，懒杂一个动作呢，听了名字都知道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？懒就是偷懒，不干活。杂衣呢，就是把衣服扎起来。他的过去的人呢，还穿着大褂。你看清朝人打的时候，辫子一甩，和辫子缠到脖子，把那衣服撩起来，压到衣服撩起来，掖到这个裤带上，中间有个腰带啊，掖到裤带，这叫扎衣。撩起来好打，他腿就利索了。他这功能就懒得扎衣，我不用把它撩起来啊，就是我只要把衣服随便一撩就可以解决战斗啊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当时做的时候，这个动作是泰拳里很重要的一个动作，就是它是管右边的，右边的腹卧肌，含的成分比较大。这个单边是管左边的，六步四臂是管中间的，都是配这个金刚脑袋的配置，就它的配置。所以呢，这个我先坐一边看看啊，金刚脑袋，来大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打开。收腿，迈步，移重心，扳手，打开，完了，这就是懒大衣，咱一块来啊！预备，一伸向右转，
中心作揖啊，二还原金刚倒位，一二一二一二，不需要加啊，这是一二，这不行，这一双入手向前点去赶，对吧、哦、一上来了也不对，就这样，一松胯下沉，二双手向右左沉挂，还原金刚脑位，我们试试啊，你们发着我的胳膊以后，你看啊，一这是金刚脑位往里面送，一二的时候二回不来，先往起来，怎么办呢？一二，手要下挂的意思，不过就下挂就让这个你空掉了。当你往抓着我的胳膊的时候，我先金刚脑袋抓着胳膊手，你看一，这个一人就出去了，叭挂回来了，一二，一空一空就行了。所以呢，你要一有下挂的情形，叫一二，那就怎么样？再来一次啊，你靠撕开，我们是靠挂开，这个一沉，它就要下去。你看这个胳膊啊，你看一个人的胳膊抓紧，他的胳膊啊抓紧啊，打球都下不来，这垂直下不来啊，你然后你试试，你要用垂直你下来就这个人还是这个人，我请客，那怎么样才能下来、啊、你看啊，垂直下不来，滚动滚动才下来啊，只有靠滚动下来那就可以打了，一滚八就送出去了啊，下来正好送给你，所以说那个一要有这种下的意思，不要一二回来了那不行，哎、啊、对对对，要有下的意思才舞蹈，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一二三下叉，叉的时候左前右后两手指相系相系啊，中间这中间有个东西搁着合到一块啊，但是呢手指呢又有皮筋拉着又分不开啊，有这种感觉啊，就一二叉，第四个飞了，起从手指上升起，合于中前，合于中线中线就行了啊，咱们一块来啊，一二叉沉升，预备，一二三四，好，预备，站起来了，把肩膀再起来，起不来啊，起不来，那怎么样才起来？手指向前下拧，松胯下沉才能起来啊，大家不要在这儿就起不来啊，要一二三叉下去下沉，松胯向上拧才能起来。你看大家看啊，小猪现在抓住我了，我一二三完成啊，抓紧了，大家看啊，抓紧了啊，起四起不来，那为什么起不来？你是肩膀硬。那怎么样才起来？看着手指啊，四啊，通过一个下沉功啊，然后转动整手，人就起来了。五抱，双手抱，有抱的意思啊、哦。手抱，手捧，是四完成。五六，打开啊！如果连贯做一，再来三完成，四完成，五，这个抱就不明显了，啊、不明显了。其实你知道这有个抱，抱就有一个合力，有一个合力就有一个整的一个打法，这个打法就暗含到里边，四完成五，这就是抱了，抱打开，右上左下，打开以后看看自己的胳膊画一条线，手低于肩，手高于肩，对吧？腰一打开，右就有力，明白？高。打开，这种
对肘，再对肘，哎，对了，再来，走，打开，打开又看到胳膊啊，换人，胳膊跟肩一样高，如果打开在这儿，肯定有毛病，啊，手指高于肩，最多是手腕高于肩，啊，不能动，到手上，这打开就在这个就是画一条平行线，这是一条弧，这一条看不见的是一条弦，后边是一个弧，啊。身背五丈功，练太极要身背五丈功，两胳膊两腿伸腰，一定要形成弓形，你才会张满力啊，横劲才会强。你再在这关上横，打开身体，继续躲在眼向右看，不要在这横打开右转了，这不行啊！这在搏击当中，你就犯了很大的错误。你看我跟他。我们打手啊，我打手翻手拿啊拿，如果我右翻那不舒服了、啊、我左翻呢那左翻就不舒服了啊，你左翻的目的不是白白的，左翻的目的是要地方不舒服啊，要不舒服，左翻的目的在这下边就开始左翻打击了，你不能不上右转，下右转你就抓不住他了啊，他就跑了，所以他的横打开还是向左转，再来一次啊，走，横打开，重心从右腿移到左腿，收脚，迈步，比赛，走，走，走。走走走，眼向右看啊，举拜走，身还要向左转，不要向右转，走收迈，很好啊，左手放到右手腕上，仰掌左腕啊，肘外站，不要像这样外站，来一次啊，收转迈，要开合，尽量的不向，哎、啊，对了，尽量的不向左转，千万不能向右转。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今天是你争取的，你的动作越协调，你将来玻璃中你的时间就越充足。预备啊，收回来，就是画一个小圈，收回来合上，还要向你的右胯贴地踩空，膝盖弯曲，胯部放松，这样才好。啊，不要踩斜了。很容易踩到左右前方，再来一次啊，向着右方平行下一个面，就是当你合好以后，身体继续向左转，手引劲，重心移到右腿，脚逐渐踏实啊，逐渐踏实，在这走啊，然后攀手展背就完了。咱们一块来啊，预备啊！一引劲踏实，二下沉翻手，三展背，左手在自己肚脐下边，中指点着肚脐下边这个部位，啊，大指向里合，里背要松圆。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引劲。翻手展背不风格，大家注意看我说啊，我做一个动作放在一上，大家一看哦，找四双懒大衣是不是啊，懒大衣，我现在把它变个式子啊，懒大衣对不对，我把它变成这样，大家看啥把我掌再换掌，哎，我要把它变成这样呢，三提式行不行，相通的就是八卦形一看就相通了，哦，蓝大衣，这样摆是蓝大衣，这样摆行一圈了，转是八卦掌啊，就是它招数是相通的，意识相通，就是形不同，今天你穿了这个花衣服你看是本质没变啊，它是相通，蓝大衣它的奥妙就在于转，这是最妙的一点啊，你看两个人大手无论他出拳
接手，大家看啊，接手，改它不现实。为什么不现实呢？他有这么大的兵法，怎么不现实啊？那子年才能赶上他呢？就靠两家一翻手，你看这手一翻，画红叶，送的白酒啊，白酒。妙就妙在一二，这黑手也一样啊，红枪的手每打一圈都有个过程，一二打上了，是不是？一二打上，那地方是未知权。一二八又打了，他就在妙就妙在这一栏上，这一栏还会提到买一送一，你想买便宜货，你想买一送一，那你就必须技术画圈的话，技术画圈人都摇了，你看你这样画他这样摇摇，你不要这样回摇到这儿，正好他脸送上去，人手出去了，所以说两个人推手啪一下慢着，一样跟我们两个完全一样啊，就他形式画大动作来说是一二摆上了，一二放到这儿你懒得用吗？是不是他妙就妙在这手中啊，反而这手对这个转弯，一就这个转弯打一下就打上了，玩的时候两个人玩的时候可以一人轻打，要想打就扒一下就打坏了，下来一扒人就打黑起来了，只要你变成了钱掌根板，所以呢这都不重要，是老师上听过你的人保守，这还可以变成了啥，可以他妙的咦发动都可以，妙在手上这个圈没变，一二这个圈没变，这是形变，整个这个圈都没变，所以你要体悟体悟的到这以后，一这个圈你把这个圈体悟到了，那以后你用起来就得手不起，这种便宜你机会你都得不了，你体悟不到你打上啊，体悟不到你打上，你想打上那不行，那不可能不可能，所以呢你就一定要去仔细去听，为什么要你左转呢？而不然右转呢？左转是引进啊，引进，你只有左转引进，你下右转的这个速度才能打上，你先已经右转好了，你没有起速了，对不对？你像跳到内塔板，内塔板不行，对不对？内塔板你必须有塔板，要借助对方的塔板，这太像这个是两个人完全合一的一种行为，你要把对方的行为完全驾驭，完全掌握在你的运动规律当中，你才会得手不失，不能单相思啊，不能你想的我以为这可能吗？这都不可能，你想象中啊，下面咱们班懒大一练一个试试啊，金刚掌这懒大一，但我们今天第一天我们大家接着说，明天就会快起来，不要缺课，明天上午就三个四个就过去了，不要缺课，待会我们下课大家就来去体会体会这个劲就这个是对方抓住了，就在这抓住了，在中间抓哪抓都可以，你怎么样把手放起，怎么样翻得轻松，如果你抓紧，如果你是这样翻过来的，翻过来也不好，那怎样才能翻过来？大姐说：“你看，你，空啊，一定要他感到你大姐，他不空，感觉手指呢，哎呦空啊，你体会体会一点，看谁能找到感觉。”好，我先问一下啊，南大一卖啊，折和腾吕开。推啊，这就是六步四律。六步四律在《梁山剑》里面叫如如四律啊，如如四律好像有点模糊啊。如风四律这个概念哦，六步四律呢就非常明显，就是下四上六啊，分配说的非常明显。下面我们学习第一个分解动作，右手就为了
折一脚拳，相比折一脚拳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就这样的，这样的东西了。打一块来啊，一雕手，二扬子，三沉下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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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打一定把腕子突出来，手折，手折，千万不要是这样，这样你就不行。在这儿，第二个手，雕手，顶肘突破，哎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对，就是这圈连起来就是一个圈，我们把它分开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如果连起来，这就是一个圈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啊，屈伸直的这个动作，这两个动作将来是反擒拿的最基本的这个手法。所以手指的擒拿，手指的擒拿只有这个方向是看方向的，当然也有这个方向擒拿，这方向就少了。反关节擒拿就像这个方向，让你的手指到了极限啊，让你手指到了极限就要通过这种方法来解脱。比方三角松啊，在这个当中他拿我的手是吧，他现在拿的目的是让我受不了被拿，这是一条思路。第二就是当他拿了以后，一折，通过折来达到你的目的啊，他手指领就是折折，他不了了啊，就所有的将来的擒拿都要靠这种方法。一二折，刮大背，大背给刮坏，折腕子，腕子给折坏，围挂人受不了了，就所有的都要在你这个圈里边去出效果，不要想看这个圈，因为一画你这个圈，将来可能对你的给擒拿技术，对你的反擒拿技术，对你的化解，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作用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认真练习，千万不要一二三四七这边傻着玩了。我们要用手领挂啊，就像打篮球一样，那个背投传球一样，手指一伸，好不了，千万不要哎变换不行了。我们现在看左手啊，左手在这儿，一下叉，二虎口贴着自己肚子啊，虎口贴住折吧。折嘛，把你折起来啊，折嘛。三，手指一收，点住自己肚子挂回来。对，一、二、三，对，一、二，手指一收，点住肚子挂回来。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三一完成，这个圈完成了，这个圈也完成了，真的，一块完成，两个手同时完成，咱们一块来啊，预备，一二分向右转，三再向左转，四。是我们通常在武术里面叫王母拐线，比方说啊，当对方右手抓住了右手了，这是简单的手，一上升，二旋转，三切下，他转了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金三万，一二哎留下了，这右手抓住了，右手抓住了，抓住左右，左手抓右手怎么办，那就一二拐挂了，第一把这个手就把就靠一折挂回来啊，就是一下啊，只要对方右手一抓，左手一抓，哎、啊，挂着就回来了，就这个折这个圈啊，折这个圈，要腕子折，手也折啊，再来一次啊，两手尽量协调去配合，二右手
继续沿着这个圈的路线继续向下画，右手画一个繁星的九星，一二向前画，左手通过一个圈以后再画半个圈，合上，啊，双手抱住就行了。预备啊，一二，合上，啊，预备，一。向下压，这个时候向上抱的意思啊，合抱这种意思。我为什么要合抱？我们讲的是特别合抱，凡是合都是大忌啊，凡是合都是大忌，凡是合中间一定有东西。陕西有一个著名的小吃叫做白吉馍啊，白吉馍馍不好吃，馍中间加了有肉啊，就是凡是合中间一定加了有那个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在你实战中，该比方说，选出现在上台，对方出一拳打过来，一二八合上了，这中间啥呢？是个人，这人啊，出拳车面接一二从中门啪打上了，那也可能对方出拳以后呢，一二八是个头都可能合抱。合抱，所以这种合抱呢，就一定是中间有加的内容，也可能加个胳膊，也可能加个手，合上，走下沉，手要下沉，从下部往前移，同时，你再看一下这个，这中山也呢，非常有代表特色啊，比其他还有代表，这个这种恨气表现的不够明显。当你捋出以后。身体下沉，双手也下沉，然后伸向左端，上提起，两肘膝相合，肘膝要合上，再叫走提起，千万不要走提，把肩膀带起来，你看多难看，提的时候手上升，肘下沉。咱们一块来啊，你看，一二，手上升，肘前拧松胯起来，他起不来，带不起来，看见我没有？啊，千万不要到这儿走，那就是问题。走到这儿，一二，手要上升怎么办？松胯，手上升，肘下沉，肘前拧才能拧，做到这个。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第二，右，下踩捋是上条的捋，横横捋。比方我跟他对手，大家看啊，比方我跟对手，每打一个圈，到了左手接手的时候，那这时候是不是我这个姿势？跟这个姿势基本相似啊。当我转到这个时候，是这相似的。那我下踩的时候，你看，一二，下踩。一二下踩上脚踩，哇，又起来了，这个弧线。那右手也可以啊，右手也可以，右手也可以踩，也可以脚，有没有就可以脚了。所以呢，就是你将来要练习这个下踩，特别踩左手啊，和人推肘，给他啪一下就要下去了啊，这种是加强表演效果。如果不要表演项目，让他对方痛苦，就是下疼，他就舒服了。像我们以前讲了，这个手拿的时候有一个下，有一个外，还有一个前，六个方向嘛，下外不行，下外前就行了啊。所以呢，你的时候一定要滚动手指。啊，这里的是一要滚动这个手指，好，滚动这个手指前层才能出这个味儿啊，不然的话你这样一拉就拉到你自己身上了，多大力量都自己消受了，不行，要把对方的力量通过你的弧线，通过你先走一个向心力变成一个力，你转化到外面去，自己不受力啊，这是你的目的。
你如果受力了，那你太狠了。所有的行为都要达到不受力，是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早上感觉了吧？哎，手上升是肘前，肘没上升，肘下沉，升华就完成了。第二，沉，嗯，在哪里？沉，你蹲住也不行，你蹲到地下肩膀还是起来了。所以在这一个举起不行了，再来一次啊，明白？完成以后啊，完成以后，双手打开，合力往下，开胸，把前面胸盖，后边背上合上啊，开胸合背，不要不要开，这坏了，跟头像一样，都难看一样样。啊，要合于耳下，眼向右看，开胸，手还是对肘沉肩，不要开，这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做到对肘沉肩，咱们一块儿打，预备，开，伸向左边，重心右移，预备，这种背的运动是错误的，开开，从手上开，手指去找耳朵，不要开。大臂找耳朵那不行，再说是手指去找耳朵啊，你才有点意思。再来一次啊，手指去拉是吧？我跟他一握手，他就去拿了啊，机会给他了，机会给他了，那我就两条，我一条我就投降了，跟他说我不行了。第二条那就不能投降，但不能投降怎么办呢？正好是我们这个理，但是他是不是这个理？那理怎么办呢？给手下从这儿开。机会给他了，机会给他了，机会给他了，你不能撤，你撤你撤不了，你先跑，你越跑得越紧，那怎么办呢？从这儿启动，起手指启动，啪一下你就下去了，手指启动，你看，完全这个动作不一样，完全这个动作不一样，那我就是先走手，走手捋阵，走手捋阵，再来一次啊。一定提供一个先报啊，从手指启动，手指和同时松开胸部，松向下沉，然后再向上推出啊，不加步法的话就是盘推推出啊，我们一块来啊，先不加步法，准备啊，盘下沉推出，你再斜相对，如果你推成这样了一定是夹肩肩卸了，如果你推成这样了一定是肩架了，所以要推成手指斜向上啊，手指斜向上，相机相机不要推成这样，推成这样卸肩，推成这样夹肩，哎，推成这种样，就大拇指大拇指拇指挑起来这个也看啊，想象的感觉，你对啊，下沉前推的是后，这个腿呢画一个弧线，画一个弧线完成啊，移到自己的右脚中间啊，这地方是十三，保守啊，你对啊，走盘推，预备盘推，预备盘。推，对啊，是管左边的，我先做一遍啊，六公四六预备，一、二，盘转提迈，移重心，勾脚，手上升，重心回，打开，告诉你，就完了啊，看我做可能是很简单啊。咱们下来一块来啊，双手在这，一前搓，右手的小指点到自己的耻骨里侧，这是耻骨，这是桡骨啊，点到里侧，小指点到里侧啊，两手中间要捧圆啊，要捧圆，不能点，为什么呢？将来是背，这对方一个胳膊啊，管这个胳膊，如果你点了，当右手再想抓，完了，你抓来啊，你看。一身向右转，重心左移，合掌，预备，二，预备，
咱后脚啊，后脚在这儿，一肩在肩向后移，脚尖点地在这儿，脚尖点地掉，啊，一块来啊，你再站一下，对，一二，像拉丝一样，拉弓一样的拉开，眼向右看。啊，千万不要一，这不行，不行啊！一定要一，啊，一种缠绕的味儿出来，啊，你才有点味道，是不是？一二，现在只爽了，那还不如练长拳，对不对？长拳比你的还直，所以说有机会吧，练太久，太拳味儿也是一二，同时伸向左转，开张，重心移右腿，一块来啊！预备啊！一、二，预备，二，这是最常见的一种。还有在这儿，一、二，下来的一种。还有在这儿，一、二，走侧那种。最后一种在这儿，一、二，啊，很重要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教第一种啊，以后这些呢你慢慢去琢磨去感觉啊，去感觉。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第一种是对面部和前胸的打法，一二打面部打前胸，第二种是打腹部打中部的打法，第三种是打侧面打法啊，侧面打法，第四种是一种缠绕的打法。所以这四种呢，每一种的风格和特点不同，由于时间关系，咱不可能在这一一的去叙述了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。别一二，人家这样打，说这个单圈是跑这一圈了，跑这一圈也对啊，你知道就行了。跑这一圈，从下来走也对啊，从侧面走也对，哎、啊，你这样走，这样走对不对？这样走也对。那他就怎么一推他就往这一二三，他这样转的单圈，这样转的单圈也对啊。就说你知道就行了，我们现在就练习个意思啊，我们再来啊，预备啊，一二，把两个脑袋关住啊，打开以后，然后身体右转，右手领劲，身体右转，哎，把自己的左腿提起来，迈步移重心，勾脚，好，我们出来啊。预备啊！一、二，打开；三，合上；提膝，迈步，往下后移重心，踏实勾脚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提，迈。移重心，踏实勾脚，勾脚的时候你看啊，勾脚的时候手跟手间的关系，勾脚不行，勾脚，勾脚还要再一次对手中间，你看啊，后边坚持不下来，很多人单边后边都坚持不下来，他为什么撑不下来呢？他就在勾脚转身和少与少的一些成见都有，转弯太多。每转一次关系就不知道成因时间啊，每转一次关系都要成。再来再来，第一次转关，二你就要把肩撑下来，三转关的时候你还要手里头还要去撑肩啊，合在手，提膝的时候你又要撑一次，迈步勾脚再一次下去，所以这样你才能保证你的肩走。在正常的运动中始终保持着最优秀的状态，否则很多人一二这个很好，三挂二成肩了，哎提起来了，没办法了，最后两下成肩就有了，挂了啊，来不及了，你自始至终在这过程都要保持对手成肩，再来一次啊，因为这一天老师去托儿办事的，没学这个两天，
这边边呢，后来我在练习中，我就在第七大圈是下了多少这个努力，但是至今仍然感到边边没练好。啊，就是先定，没有亲自学，本身就是先定。其实我这边边也是非常难练。当你拉好以后，下一个飞跃动作，下沉，往右移重心，手上升，手上上穿掌，翻手打开，展小背完成。咱们一块来啊，预备啊！一、二、三，打开，预备啊！基本上看完了啊，这一单这是泰拳的核心的核心。我说这个第一个核心是金刚脑力，为了弥补金刚脑力的广度不足，又编造两大一六通四臂，在这有一个管左，一个管右，一个管中间啊。今天我们把左中右都学了，哎，这是第二层核心的。如果不够，还有现在第三个金刚脑力啊。直到第四个金刚脑拳完，其实都是为了金刚脑力服务的。你学会了金刚脑力这套拳，基本就学完了。但是你要把这个理贯通，你要通过多角度、多方位、多层次去了解它。啊